请大家合掌啊！我们来念开经记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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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。 请放掌，牵手牵引观世音菩萨，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，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。 啊，上一次啊，讲到经文啊，第十三页啊，第二行啊，第二句，离藏难故啊，离藏难故。那么这一句经文呐、啊，我们呃在《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》里面呐，我们找了几条公案呐，啊，来跟大家分享。 那么今天呢，啊，我们在把这个离藏难呢，啊，在讲一两个公案啊。那么离藏难啊，那个藏就业障啊，难呢就灾难啊。那么今天啊，我们哦、呃，选讲这个公案呢、啊，是在明报路。 啊，明报的这个名就是幽冥的冥，啊，一般呢我们讲阴间，啊，这个报啊就是果报啊，因果报应这个报，录就是记录，啊，记录，啊，那么这本书就是呃专门收集啊有关啊这个阴间。 啊，这些果报的啊，这些事迹的记录。那么这些事情啊，都不是迷信，啊，确有其事。我们华藏经中协会呢，最近也印了这个《明报记》，啊，这是唐朝时代啊，这个唐林啊。 吏部尚书唐林，那么他收集的资料啊，那么他编了一本《明报记》，编了一本《明报记》。那么这个《明报记》啊，里面有一个公案啊，冀州小娥啊，我们也给他拍成这个动画片啊，在流通。 那么这个路啊，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新闻呐、啊，啊，现代人呐、啊，啊，给他讲这个路啊，现代人可能听不懂，啊，这个路是记录，啊，我们现在讲啊，新闻记录，啊，记录这些事情。 那么古代有这些阴间明报的事情啊，现在呢不但有、啊、还比以前更多、啊、我们自己也碰到过，也看到过啊，也听说过啊，在报章杂志也看到过。啊、我们台湾台北市警察局啊，这个木栅分局长。 现在呢，是这个黄柏林居士啊，他在这个单位啊工作啊。那么过去呢，他也花心呐、啊，把台湾历年来啊这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啊，有一些灵异的啊这些事迹啊，他都把它。 收集出来，现在听说也编了一本书在流通，那么这是现代的，啊，听说呢资料了也相当之多，啊，那这个书我还没有看过啊，但是我听说呢已经有出来流通了，啊，我想啊也。 有姻缘啊啊，那么找一本来看啊，那么他的警戒服务，那么这些啊、哦、记录啊都是真实的啊，那绝对不是虚构的。那么古代有这些事情，现代也是有这些事情，古今来对照，那么我们就能确定啊，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六道轮回啊。 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啊，那不是虚构的。那么，《明报录》这本书记载一个公案啊，说杭州零聚集女患病，足足坐身啊。这个杭州啊，哎，中国安这个浙江省。 啊，杭州市啊，现在是浙江省的一个省会啊，杭州市。那么讲到杭州呢，这是中外有名的啊，不但中国人知道，外国人呢也都知道。啊，现在是一个观光旅游的很有名的一个地点。啊，没有去过的游客呢，啊，大家都会想去看看。 那么这个《明报录》啊，它是没有记载什么时代啊。那古时候啊，有时候有记载这个时代啊，时间有的没有。那么这些事情啊，虽然没有记载什么时间啊，但是我们是可以相信的。那么杭州一个姓林的啊，这个。 两点水啊，这个这个啊，宁波的这个宁啊啊，他姓宁啊，相聚的聚，吉祥的吉啊，他有一个女儿呢，患病得了病，足足坐生。足足做生就是这个他患了这个病啊。 那嘴巴呢，都有一些很不寻常的声音啊！那不不是他他原来啊这个声音啊，听听听他这个声音呢、啊，好像在讲什么话啊，跟平常啊是完全不一样啊！那你这个一看呢、啊，就知道啊，他是有病了。 不正常了，啊，我们现在讲不正常了，啊，嘴巴呢一直在讲话了，啊，足足作声了，一直在讲话。那这个事情呢是古代的，现在有没有呢？啊，我都看到不少，那是真人真事。 那现在呢？这这在我们道场啊，我们都常常碰到。啊，他来啊，讲了很多话啊。那我们一看就知道了，但是这个他原来并一定不是这样的。但是得了这个病啊，他就不正常，啊，一直在讲话。 啊，那么寇之，啊，寇之就是就问他了，啊，问他呢，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呐、啊？啊、哎，你怎么护在这个这个林先生的女儿身上啊？一直讲话，啊，到底你是谁啊？啊，要做什么？啊，这个寇之啊，就是问他了，你是谁呢？ 啊，到底要做什么呢？啊，因为看到了这个女儿呢，这个人是完全不正常啊。啊，我们看到啊，有一些人呐、啊，啊，这种情况啊，那么就知道啊，这个人有毛病了、啊，有问题了、啊。那么寇氏就是问他呢，啊，他他就讲话了，称夙愿。 夙愿呢？就是说，他是这个人啊，他护在身上这个人，他树就是过去过去的冤家债主、怨怨家、啊、过去生、啊、结宴了结怨的啊，约于尼瑞龙，扬州人。 啊，他自己讲出他的姓名了、啊，姓李啊，一个人字旁一个儿子的儿、啊，这个祥瑞的瑞，啊，龙凤的龙，啊，他这个姓名都讲出来，啊、那么他是扬州人，啊，这个零八年呐，啊，我在安徽庐江实际城市做百期系列法会。 啊，这些事情碰的可多了，啊，真的呢，那个附体的讲出来的有名有姓有朝代，啊，有战争史的，有有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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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这个、私下这个宴酬死的，啊，被杀害的啊，非常之多。 啊，那么讲出这些公案呢、啊？啊，有一些人不相信，那我真的是很相信啊，因为自己亲自见到过，而且见到非常的多所以我看到这个公案呐、啊，一点怀疑都没有啊。那么这个倪瑞龙，他说他是扬州的，扬州就是现在的江苏省扬州市。 这个扬州自古以来也是非常有名的啊。过去啊，这个皇帝啊，呃，建都在北京，到江南来啊，在明清这个时代的皇帝啊，到江南来呢，啊，必定会到扬州去啊。扬州也是一个风景非常好的啊，那里有一个瘦西湖啊，也是一个观光的景点。 啊，那里我也曾经去那里做过三十七年啊，扬州。那么这个鬼呢，他报出他的姓名啊，他是叫倪瑞龙，扬州人啊。那么这讲顾继生的事情，有第五十亩被豪家占夺啊，他说呢，他。 有土地啊，有五十亩，啊，被这个豪家呢侵占抢夺了，啊，这个土地啊，被这个有势力的地方上的这个富豪啊强权呐、啊，去侵占抢夺，这自古以来啊，到现在还是有这个事情。 啊，那么这个自己家里土地被强占了，当然他心不甘了、啊，不甘心。说如你前身即查验刘某啊，他说呢，他对这个林聚集讲啊，啊说林女儿啊，啊前身就是前一世的，他。 身为察院刘某啊，这个察院呢，这个都察院的啊，姓刘啊，就是当官的了啊。受我云，护畀我于意啊，受我云就是接受我的这个银两啊。那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了啊，一定啊。 这个倪瑞龙啊，他拿了钱啊，他这个土地被强占了，啊，拿这个钱啊，拜托这个茶院刘某，啊，来帮他呢，这个把这个土地要回来，啊，这送了他一些银两，送了一些钱、啊，但是这个刘某呢，给人家收了钱了、啊。 不但没有替他要回这些土地，啊，还护庇我一役，啊，还把他害死在监牢狱里面，啊，还让他去坐牢，啊，让他死在牢狱。韩练六十年呐，啊，他这个怨筹啊，已经有六十年的时间了。 啊，那么这个六十年呢？我们知道他这个死了再投胎再到人道来啊，那又又又又是又是几十岁的人了啊，含念六十年啊，尽所命耳啊啊，那这个这个查验刘某啊。 就是这一生这个林聚集的女儿，啊，那他这个这个过去式的冤家对头啊，要来这个报仇，啊，要报仇，啊，那么已经等了六十年了，啊，那么今天呢、啊，要来给他要命了，索命就要命了，眼里压赴地府。 啊，那么原理就是说、這個，这个这个倪瑞龙啊，这个这个鬼魂呐、啊，这个话讲完之后啊，就就是附在他的邻居及女儿身上，这个鬼魂。这个话讲完呢，啊，就把这个林居及的女儿啊，押赴地府，啊，说把他押到阴间地府去了，口中喃喃宿名是。 啊，那么压到地府啊，啊，我们一般的人呐、啊，没有这个业力的人，他看不到啊，他的家人呢看不到，他、啊、看到呢，就是他这个女儿呢，嘴巴一直在讲话，啊，那么口中喃喃呐，喃喃就是一直念，一直讲，讲个不停，啊，讲述这个民间就是阴间的事情。 啊，初黑如墨，行驶变露。啊，那就就讲啊，他到了这个鬼，这个这个阴间呐、啊，一开始去呢，一片黑暗，啊，好像好像那个墨水一样。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呢，情啊，情，就是说一下子啊，那么才开始、啊、能变物。 啊，变就是能看到一些景象、啊。那么能看到的时候啊，就看到鬼门关。啊，这个鬼门关呢、啊，以前我小时候看这个漫画书啊，啊，这个有有这个写这个漫画书的啊，这个阴间地府啊，它上面都有一个牌匾啊，写个鬼门关。 啊，还有望乡台、奈何桥、啊、那么这些呢？啊，我小时候看到这个道教的道士啊，啊，为这个死的人呐、啊、做功德啊，那么都会调出这个十殿阎王这个图出来啊，调出这个图。 啊，那么道教里面讲啊，有鬼门关啊，有望乡台，啊，还有奈何桥，啊，皆便利。啊，那么可见得啊，这个道教啊，他这个调出这个十殿阎王啊，啊，也真有其事。 啊，这些便利就是说，这些通通经历过。入魔则骨肉片片作痛身，分为从蚁啊啊，这个入魔就是受刑罚的。啊，近期这个地狱呀、啊，把这个身体啊，这个骨跟肉啊，磨得一片一片的。 啊，做痛身，啊，然后呢，分为虫、虫蚁，啊，再变作虫，变作蚂蚁，啊，那个是到畜生道去了，啊，这是地狱的这个景象，其余诸意苦不可言，其他还有很多地狱。 啊，那个苦啊，用言语无法去形容的，讲不出来的。啊，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，哦，在零三年请台中江义子江老师画第一遍像图。啊，那么这个是为庐江县城隍老爷画的。 啊，画来劝世人的，这个长卷呢五十米，啊，这个高有二十六公分，啊，那姜老师画这个第一变相图啊，不到一年，大概十个多月，画这么长的画卷啊，啊，真是空前。 啊，而且呢，他这个工笔画呢，没有一笔败笔。啊，他说呢，他给敬老和尚讲啊，他说他作画的时候啊，这个手啊，仿佛有人拉着他的手在画。啊，所谓神来之笔呀、啊。啊，老尚就给他讲啊，说那个一定是城隍老爷啊，扶着你的手啊画。 所以没有一笔败笔。啊，这个第一变相图画出来啊，啊，我们原来这个原尺寸的，啊，还有缩小一半的，啊，还有四分之一的，还有更小的，啊，我们都做出几种版本了、啊、出来流通。那么姜老师画的这个第一变相图，它就是根据道教《玉帝宝钞》啊，这个十殿阎王啊。 这个来画的啊，那么道教讲地狱呢，呃，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啊。那么佛经里面呢、啊，讲的地狱啊，讲的详细啊，讲的深广啊。那么此地讲的呢，啊，这道教就有讲了啊，这个道教里面就有讲。 这个地狱啊，那么佛经讲的地狱呢，那就更多了啊。我们看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啊，那个江老师这个第一遍这图画好之后啊，他要请人花心呐啊,啊，去找地藏呃，去找《大藏经》啊，《大藏经》里面呢、啊，凡是佛讲到地狱的啊，不管大乘经、小乘经，都把它。 揭录出来，啊，那么也把它编成一本，啊，这个经的名称叫《诸经佛说地狱集要》啊，《诸经》啊，就是各部经，凡是讲到地狱的，啊，这些经文啊，都把它揭录出来，那么把它编成一本。 啊，那么这一本我们看了之后，啊，那的的确确呢，说的很广泛，啊，而且非常详细，啊，非常深入，啊，那么道教呢讲的比较简略一点，那么其余诸欲啊，苦不可言啊，其他还有他看到很多地狱，那个苦啊，说不出来的。 又一处灯烛辉煌、衣冠楚楚为善人居，啊，看到一边呢是地狱，就在那边受罪的，啊，另外一边呢又有一个地方呢，啊，看到那个灯烛辉煌非常亮，啊，大家穿的衣服啊也非常好，啊，那么那个地方啊是修缮的人呢、啊、居住的。 打居、啊、住的地方，更近一所朗如白日，连开红白，香风扑鼻，堂户皆金碧，则至善者居也。啊，那么这个看到善人住的地方啊，哦，就比较好啦。 啊，那个造恶的人呐、啊，在地狱那边受罪啊，啊，那很凄惨呐、啊，啊，那么又更进去啊，又看到一个处所，朗如白日啊，就好像白天一样啊，莲开红白啊，看到莲花呢，开了啊，有红色，有白色的。 而且呢，还有香风，啊，这个莲花的香味啊，风吹过来啊，啊这个香气扑鼻呀、啊。堂户皆金碧啊，那个房子啊，啊，都是金碧辉煌，啊，则至善者居。啊，那么前面看到呢是善人居，啊，就一般呢、啊、做好事的人。 居住的，那这个地方啊，是至善者居啊，至善就是最善的，啊，最善的，啊，居住在这个地方，啊，比一般的善人啊，住的地方啊更舒适。啊，所以这个啊，一般做好事。 啊，做善人的，啊，他得得的果报是好的，啊，那么自善呐、啊。我们敬老和尚常讲，啊，那么现在懂得修自善的人不多，啊，做一般好事的人，很多人知道要做，啊、但是懂得做自善的人不多，啊，自善是什么呢？ 弘扬护持佛陀教育，这是自善啊！这这个善事啊，知道要做的人不多啊。一般善事呢，啊，这个比如说救济啦，救济贫穷啦，啊，布施医药啦，啊，等等这些善举，啊，这个。 知道做的人很多，而且很普遍，但这个至善呢、啊、就不多了啊？为什么不多呢？因为大家不知道，他也不认识啊。所以过去我们见老和尚讲啊，佛教。 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对九法界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啊，所以知道去护持佛陀教育，护持法师讲经弘扬佛陀的正法，流通佛的经典啊，那这是至善了啊,啊。特别在三宝里面众福啊。 这个是最殊胜的啊！一般啊，社会上的人啊，不知道要做这个自善。那么有听过敬老和尚讲经的同修啊，就知道啊，啊来做这个自善的这个善事了。那这个果报啊，也非常的殊胜。 所以必须听经闻法啊，明白道理才懂得啊，来修自善。那么他这个女儿啊，到了阴间去啊，看到这个情况啊，那嘴巴呢，就是一直讲讲出来了啊。但是他的家人呢，看不到啊，他看得到啊，别人没有他的那个业力啊，他看不到。 讲出这些事情，啊，啊，就就看到他嘴巴喃喃作语啊，一直在讲啊，讲这阴间的事情啊，看到什么看到什么。那这些事情啊，这个我都看过，啊，这是亲眼目睹，而且看的还不少，啊，有些人被鬼神附身了、啊，他讲了一些话啊，我们也听听，听了。 这个很不可思议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聚集命你前送观音，日三千僧求四月。啊，那么这个林聚集先生呢、啊？ 那应该啊是学佛的，啊学佛的人，啊如果不是学佛的人呢、啊，他不会叫他的女儿啊，啊要虔诚啊来送观音菩萨圣号，一天呢、啊、要念三千声，啊那么念三千声观音菩萨，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三千声，求这个。 化解这个冤孽，啊，这个是就是化解的意思，化解这个冤仇，啊，求观音菩萨加持，啊，咱们彼此这个冤孽啊，把它化解掉。你见鬼使，是生齐阴气。 啊，那么他这个林俊杰的女儿呢，看到鬼使，就是阴间这个啊，在这个这个这个阴间这个阴司这个衙门呐、啊，办公的这个鬼差啊，这个差使啊，给他讲啊，审判的日期啊，审判的日期。 啊，那么就晕倒过去了啊，晕过去了。那么这个事情啊，啊，现在也是有人啊，我听我们陈永信居士讲啊，好像三重有一个人啊。他也会看到阴间这些事情。 啊、有一些人，比如说神经不正常的啦，啊，怎么治都治不好了。啊，有一些人去问他了，那么他会到阴间去给他看看。啊，那么如果这个还没有定案，好像在法院呐、啊，还没有判决啊，还没有判决，还没有定案呢，那这个病可以医得好。 啊，如果在阴间已经判决定案、交付执行了，这个这个病就医不好啊。所以这个现在还是有啊。那么我们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啊，我们可以请问陈永兴居士啊。我也很想请他带我去啊，跟这个人认识认识。 这个是现在的人啊，而且住在山中啊，所以我看到这个公案呢、啊，就想到啊，那天呢、啊，陈吉次就讲的这个事情，的确那我们就相信呢、啊，古时候这些事情现在还是有啊，啊，那我们就相信呢、啊，古时候记录这些事情都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么这个泥塑。 受贿毙命状，啊，这个倪瑞龙啊，他就提出告诉了，啊，在阴间呢、啊，他提出告诉，啊，他这个督察刘某啊，他接受我的贿赂，啊，还把我害死，啊，他提出这个告这个状。 啊，那么这个你便死灰有己啊。那这个林俊集的女儿呢，她就是前身呢，就是都这个查验刘某，他就辨别了啊，他说他死的不是不是他的事情啊，不是他害死的。 下面讲神判致死，由家人下毒啊！他说：“这个这个阴间这个神呐啊，那么就是一方面，我们像现在这个法院呐、啊，这个一个一个原告，一个被告嘛啊，那原告呢，这个状告上去啊，那被告啊啊，那个这个判官呐、啊。” 啊，要问这个被告，啊，他告你这个罪状啊，是不是属实？啊，给他一个申辩的一个机会，啊，这个也不能去冤枉冤枉人啊，所以要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啊。那么他这个林继吉的女儿，他就申辩了啊，他说这个死啊，不是死，不是属于他害死的。 啊、那么这个神呐、啊，神判啊，这个判官呐、啊。调查啊，那么查出来了，致死啊,啊，就是由家人下毒，是他们家里人呢下的毒药，啊，的确呢不是他害死的啊，但是下面讲啊，如虽不知，他、啊、说。 家人下毒，以至于他死了。你虽然不知道，啊，就是对这个林聚集这个女儿讲，啊，你虽然不知道，而受贿银千二百两亦无生理，但是你给人家收这个贿赂啊，一千两百两这个银两，这一条罪呢，你也活不了啊！啊，依照这个收贿这个罪啊。 你这个命也保不住啊！啊，就这一条也够判你死刑了、啊。啊，你惶恐取命啊！那这个林吉吉的女儿啊，就是前身啊，是督察啊，这个察院刘某啊，就很惶恐了啊,啊。那么对这个鬼王啊，判官啊。 求起饶命啊,啊！王曰啊，这个王就是阴间这个鬼王。啊、这个鬼王啊，我们在《地藏经》读到很多啊。这个鬼王有大鬼王、小鬼王啊。那么在中国呢，这个东岳大帝啊，管六个神，那属于大鬼王。在《地藏经》讲，属于大鬼王。 他管辖六个省份，东岳大帝，因为中国呢，哦、呃，有分五岳东西南北中，那么东岳大帝呢，管辖有六个省，所以东岳大帝呢就比较有名了啊。我们常常听说啊，我们敬老和尚讲经也常常讲到啊，这个以前他在台中莲社。 出学佛的时候啊，认识这个朱静坐老居士。朱静坐老居士是温州乐清人，啊，浙江温州乐清人。啊，那么他这个家乡啊，我去看过啊，温州乐清。啊，他常常讲啊，他的老岳父。 章太炎先生啊，这清朝末年呢、啊，民国初年啊，这个国学大师啊，对国学呢造诣啊,啊很深啊。曾经啊，有一段时间呢、啊，晚上啊，都去东岳大帝那里当判官了啊，当判官，那、啊、就是审判的。 啊，那么他白天呢、啊、要上班，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能休息，啊，还要到阴间去上班，啊，他晚上睡觉呢，一躺在床上啊，睡过去，啊，不是睡觉，那个东岳大帝啊，就派小鬼来了，啊，那么他去晚上去当判官呐、啊。 代理人家的缺啊，可能啊，当时那个东岳大帝的判官呐、啊，有事情不能上班啊，所以东岳大帝啊就去把他找来啊，代理他的职务、啊、代理他的职务。啊、那么东岳大帝的判官呐、啊，这个职位相当高了啊，等于现代的秘书长、啊、这个职务啊，地位啊。 相当之高啊！如果他有时候呢，感觉很累了啊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又上班，的日夜都不能休息啊。晚上啊，睡觉往床上一躺，小鬼叫主就来了就把他抬走了啊，到东岳大帝那里去上班了啊。有时候感觉很累呢，他要请假。 在傍晚的时候呢，用个房子写个请假条，向东岳大帝请个假，啊，今天呢、啊、太累了，不能去上班，啊，贴在啊这个这个门口前面那个树树上啊，贴上去，啊，他那个请假条贴上去啊，那么那一天晚上，小鬼就不会来接他去上班了，啊，那一天他就能休息休息，啊，听说啊。 有一段时间啊，那么张太炎到了阴间呐、啊，去做判官啊，有这个阴莲，啊，碰到这个东岳大帝。那么在阳间呐、啊，常常听说这个阴间呐、啊，这个有这个炮烙之刑啊，啊，这个柱子啊，烧的红红的、啊，让这个犯罪的人呐、啊，去抱那个柱子。 全身呢、啊、都烧焦了，啊，他就给东岳大帝呀、啊、建议了，啊，他说这种刑罚太不人道了，能不能把它废除？啊，当时东岳大帝也没有回答他，啊，就请两个小鬼啊带他去看炮烙地狱啊这个现场，啊，那两个小鬼呢给他带带带到。 一个地方，啊，就给张太炎讲，他说到了这个炮烙悬滑的地狱到了，就在前面了。啊，那么张太炎呢、啊，走到那边呢，他什么也没看到。啊，那个时候呢，他才恍然大悟，啊，原来地狱啊，并不是阎罗王、鬼王他们建造的。 啊，是众生自己造的那个业力呀、啊，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所谓自作自受。啊，自己造那个恶业，变现出那个境界受罪。啊，不是阎罗王制造的，啊，也不是上帝制造的，啊，当然了、啊，更不是活菩萨制造的，是众生自己业力变现出来。 那么如果没有照那个业呢？那你看不到啊！照那个业的人，他才看得到；没有照那个业的人，他看不到。啊，这个是佛法讲的啊，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众生心想生。 啊，这是章太炎先生呐、啊，啊，他的经历啊，那么讲给他女婿听，他女婿朱静做老居士，啊，后来到台湾来了，啊，来到台湾来到台中联社啊，跟着李老师学佛了，啊，那么常常对我们敬老和尚啊讲这些过去啊他的见闻，啊，这些公案。 啊、那么他也是年轻的时候呢，不相信这些神鬼的，啊，他是学科学的，啊，学现代科学的，啊，这神鬼啊，他自己也不相信。啊，那么他也讲出他学佛的因缘，啊，他是在抗战时候啊，这个朱老居士啊，啊，他是学经济、学财务。 好像在一个银行啊工作啊，在一个国家的一个金融机构啊。那么抗战在大后方啊，四川重庆啊，重庆这个地方。那么重庆这个地方啊，当时呢也是在战争嘛。那个晚上，那个路上那个路灯啊。 啊，好像五只光的，若有若无，啊，而且很远才一只，啊，那么有一天他跟朋友打麻将啊，打得很晚，啊，大概十一二点了，啊，打到十二点啊，晚上啊走路回家啊，以前呢、啊、交通不便啊，走路，啊，那么走了一段路呢，他看到前面有个女子。 啊，走了大概半个小时，前面有个女子，走了半个小时。啊，那走了半个小时之后啊，他忽然想到呢，不对啊，这么晚了、啊，怎么一个女孩子呢，自己这么晚一个人出来呢？啊，那么再往前仔细看呢、啊，哇，这个女子啊，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，啊，她。 看了就吓呆了，啊！后来学了佛之后啊，啊，他他就讲啊，他说如果没有我自己亲自见到啊，那给他讲什么鬼什么神啊，他绝对不会相信啊。他学现代科学的啊，绝对不会相信这些事情、啊、但是他自己啊，亲眼见到。 他才相信后来学了佛之后啊，他就给人家讲啊，他说：“大概那个那个女鬼啊，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度他的啊。”他说：“如果没有自己见到呢，他真的不相信呢、啊。佛教讲这些六道轮回、鬼神这些，他肯定不会相信啊。所以这些事情啊，啊，都是。” 真有其事啊！那么这个鬼王就讲了说，说念鲁忏悔，持诵观音，孤世度啊。这个鬼王啊，就给这个林菊菊的女儿讲了啊,啊，就是说。 现在呢，念你啊，有忏悔的心了啊,啊，而且呢，能持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，孤四就是，那我先释放你啊啊，让你回到阳间啊。那么鬼王啊，给他交代，虚立善言言，他说你要努力啊，修善啊，那么必定啊。 能够得到延寿啊，你的寿命啊会延长。令送贵啊，那么令这个贵族啊，就送这个凝聚级的女儿、啊、回家了啊，回阳了。这个事情啊，回到阳间之后啊，乃言。 允癌禅师施放焰口啊，那么他就请这个延请啊，这个允癌禅师啊施放啊一堂焰口啊，那么、啊、这个跟这个他的冤家债主啊结缘呐、啊，旭旭江某目及。 黑面吐火行鬼，引法师倒立后，我被得时将长亡。啊，那么这个他的女婿呀、啊，啊江某啊，啊看到这个，啊目击就是亲眼看到，啊看到一个黑面的、啊，啊嘴巴吐火这种形状的鬼。 啊，这个鬼啊，讲话了啊！云法师倒立后啊，这个云癌禅师啊，倒立啊，身后啊，释放这个焰口啊，我辈得死啊！他说：“我们啊，这些鬼啊，都得到食物了啊，将长往啊，长往啊啊！我们现在说往生到善道去了。” 请刘公一送啊，请这个姓刘的啊，那么送他们你自己坐谈首，乘客顿失。 啊，那么这个林巨吉的女儿啊，她那个就做起来了啊，做起来，啊，做起坛、啊、所，这个坛就是释放焰口那个法坛，啊，就像我们现在做佛事啊，这个佛坛啊，都做起来了。 啊，起坐啊，在那个坛里面呢、啊，起来啊，那么他这个身体这个病啊，顿时就是马上就没有了啊。那么他这个病啊，很明显的就是烟叶病啊，阴液病。 啊，下面我们再讲啊两个比较短的公案啊。宋虎丘生法道，因病变形做恶鬼，复大焉小人，以食呼曰铁丸。道法师送大悲咒，灌以咒水，所周监狱。 啊，这是宋朝的事情啊。宋虎丘啊，虎丘现在在江苏啊，江苏这个地方啊，这个佛教圣地啊，寺院呢很多。那么有一个出家人呢、啊，他的法号叫法道，因病变形做恶鬼啊。那么他有病了啊，他这个身体形状啊都变了，变形了。 变作那个恶鬼的形状，啊，这个肚子啊大大的，那喉咙啊小小的，啊，那么这是人间呐、啊，恶鬼的像，啊，我们看这个伊索皮亚、啊、那些非洲啊没有的吃的那些人啊，我们我也看过很多照片啊，那的确呢肚子大大的，脖子小小的。 啊，在人间呐、啊，我们看到人间的恶鬼道没得吃，啊，那么在鬼道的恶鬼啊，那当然啊，那就更苦了，啊，那么这个是人还没有死啊，他那个恶鬼相就就现出来了，啊，所以肚子大啊，那个咽喉很小。 人与食呼曰铁丸啊，人家呢拿食物给他讲啊，他说那个是铁丸，那这个很明显啊，业力啊，人家一般人那个一般人一般吃的都是食物啊，拿到他的嘴巴呢，他说那个是铁丸，他都吞不下去啊，很明显啊，这个恶鬼业的业力现前。 道法师啊，这个道法师就是法道啊，这个法道法师诵大悲咒啊，那么为他诵大悲咒，灌以咒水，所粥见意啊。那么这个大悲咒念完之后呢，就大悲咒水给他灌到口里啊，灌到口里之后啊，啊，慢慢他就要人家要稀饭了，这个粥就稀饭。 要要吃稀饭了、啊，慢慢了、啊，他那个病啊就好了。这是发生在宋朝啊这个时代啊，这个虎丘这个地方的事情。啊，下面一个短的公案啊，是唐朝唐隆德明王陆明王问生平和善，曰：能诵《观音经》。 王请生坐，采举经题，地狱苦以习。啊，那么唐朝有一个龙德明啊，这个人啊死了，王就死了，啊，死了到阴间入冥，啊，这个鬼王呢问这个龙德明呢，你生平有什么善事啊？ 啊，你生平做什么善事？曰能诵观音经。他说我能够啊，读诵观世音,音菩萨经典。啊，王请深坐。啊，这个鬼王啊，请这个龙德明啊深坐诵经。啊，采取经题地苦已息。啊，他才念到那个经题啊，地苦就停息下来。 啊、这个感应啊，非常的舒适。好，我们这个公案很多啊，那恐怕呢，大家听了这么久啊，这个经文没有接着讲啊，大家，哦、呃。可能感觉啊，这个间隔太长啊，所以我们这个离丈难故。 到這一本啊，公案还会非常之多啊！我们选出几个公案啊，跟大家分享啊。那么离障难故这一段，我们就举出这些公案讲到此地啊。下面这一句经文呢，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啊，这个增长。 啊，增是增加，长啊是成长，啊，白法，古印度啊，他不讲善恶，啊，这个善恶是中国人讲的，啊，印度啊，这个包括其他外国人啊，他们好的啊叫白。 白的，白色的啊，它属于好的啊，因为白的呢，洁白啊，没有污染。那黑的就是不好的啊，黑的啊，所以古印度呢，他把这个善的啊称为白法，不善的称为黑法啊，他用黑白啊来。 代替呀啊,啊，表达这个善恶啊，那我们中国人习惯了用善恶，不用黑白。啊、印度人呢、啊，他用黑白啊，所以白法就是一切善的法啊，清净之法，这个叫白法。啊、我们现在讲啊啊，这个善法。 啊，诸功德故啊，一切就是说，所有一切，包括所有一切啊，都能够增长啊，凡是属于好的、清净的啊，不管哪一方面的啊，那么都会帮助我们呢、啊，来增加、来成长。啊，那么这个是大悲咒啊，它的功能。 成就一切诸善根故，啊，成就一切诸善根故。这个善根讲一切啊，也是包括世出世间所有的善根、啊。那么我们一般讲啊，世间的善根有三个：不贪、不嗔、不吃。 那这是世间呐、啊、的善根。那么出世间的善根呢？啊，菩萨的善根呢、啊，就是一个精进。啊，精是专精，啊，进是进步，啊，专精进步，啊，这是菩萨的善根。 那么，不管世间善根或者出世间的善根，啊，这个都包括这一句经文里面啊，一切诸善根都能成就，啊，这是大悲咒啊，帮助我们、啊、成就一切诸善根。那么我们念佛求生净土。 我们读《弥陀经》啊、呃，大家常常读啊。我们做三十系列呢，可以说每一堂都要读三遍的《弥陀经》啊。每一时要读一遍《弥陀经》啊，三十啊就读了三遍。那么我们读到啊。 啊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成彼国。啊，这一句啊，我想我们呃敬中同修啊，应该都很熟悉啊。特别常常做三十七念法会的同修啊，因为对这一句经文啊非常熟悉啊。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成彼国。啊，就是说。 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善根、福德、因缘啊，不能少啊，少了呢不行啊，少了呢，这个还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一生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那必须居足多善根，多福德，多因缘啊。那么古来祖师大德注解《弥陀经》啊，比如说莲池大师、偶遇大师啊，还有这个这个优西大师。 啊，这个古来啊，注解这个《弥陀经》啊，有一百多家的注解。啊，这个一百多家注解啊，最具权威的啊，大概是明朝末年呐、啊，明末。啊，明末这个净宗啊，八祖九祖啊，这个莲池偶遇啊，还有幽西大师的严宗朝。 啊，莲池大师的《弥陀经书抄，偶遇大师的《弥陀经要解》，啊，那么这个三个注解啊，可以说，啊，到现在为止啊，还是属于《弥陀经啊》啊注解的一个权威了。啊，那么在这个注解里面呢、啊，给我们讲啊，善根。 我们持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啊，或者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就是多善根、多福德多一点啊。但是，我们又看到啊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不多。 啊，似乎跟这个善导大师讲的啊，这个万修万人去，出入很大啊。为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如果常常听敬老和尚讲经啊，敬老啊，常常会引用过去台中联社啊，李炳南老居士啊讲过的话。 啊，李老居士在这个台中联社啊，教学三十八年，啊，弘扬净土，啊，他这个联社啊，当时大概三四十年前呐、啊，就二十几万人，啊，后来啊，到他往生之前呐、啊，应该要增加到五十几万人，啊，在这个联莲友有登记的这么多人。 那么这么多人来亲近莲舍，啊，当然都念佛了啊,啊。但是呢，一万个人当中啊，往生的时候啊，真正有瑞相、确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，李老师说，一万个人当中呢、啊，大概有两个到三个啊，等于说万分之二三。 啊，那这个跟善老大是讲一万个人念佛，一万个人往生，那怎么比例这么少？啊，那么关键还是在这一句啊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那么念佛就是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啊，啊，那这些人难道念佛他啊不认真念吗？ 啊，有的人他的确也很认真在念佛啊，念的佛号也很多啊，但是呢，临终啊，并没有看到啊他往生的瑞相啊。那么这个事情啊，我们听了之后啊，难免心里非常纳闷啊。那么念这句佛号，既然是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啊，为什么这么多人他念佛不能往生呢？ 啊，这是个我们必须要深入啊净土经教啊，虽然念佛啊啊念佛还是要有一点功夫的啊,啊，如果没有一点功夫啊，这个净中这个功夫啊是在所有法门里面来讲是最容易的，标准最低的。 啊，标准最低的啊，就是你念佛功夫能够服烦恼啊，就是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啊，你能用佛号控制得住啊，让它不要发作啊，一要发作呢，这个佛号提起来啊，这个烦恼马上压下去，那这个功夫就得力。 啊，如果压不住啊，烦恼一直起现行，那这个功夫就不得力啊。功夫不得力呢，就没把握往生啊。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贪嗔痴这个念头比较强啊，那这个佛号啊提不起来啊，就不能往生西方啊。所以信愿行啊，我们相信啊，我们也。 花愿要去西方，但在这行这个方面呢、啊，基本上还是要有一点功夫啊，这样啊，才能往生西方啊。那这个功夫就是福烦恼啊，把这个粗重的烦恼啊，能暂时把它压住啊，这样就行了啊。在净土中啊，就算成就了，给待业往生了啊,啊，烦恼一品没断。 暂时扶助，啊，这样啊，信念念佛就能往带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是其他法门没有的，啊，其他法门呢、啊，你不断见识惑，那不可能超越六道，啊，不破尘沙无明，你不可能超越十法界，啊，这是。 不管大乘小乘显宗密教没有例外的，唯独净土法门，它可以带业往生。啊，虽然呐、啊、标准很低，但是总是要达到这个标准。啊，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呢、啊，还是往生不了。啊、这一点呢，我们必须要知道。啊，所以你念佛念到有这样的功夫。 那就算是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啊，这一生呢、啊、就有把握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。如果平常我们念佛还扶不住烦恼，那么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要看那个时候的情况了啊,啊。我们那个时候啊，是不是这个时候因缘好啊，能够提起正念啊，又得到善友来助念啊？如果这个因缘好的临终了。 啊，是有机会啊，往生到西方啊。如果因缘不好啊，临终的时候呢，这个念佛的正念提不起来啊，有的这个病痛啊，啊，痛的人都受不了啊，这个佛念呐、啊，没办法念，这个就很困难啊，这个就有障碍。 啊，那么有一些有一些人念佛人啊，这个平常功夫不得力，那临终啊也会业障现前啊。那有的呢是临终的时候呢，冤亲债主都找上来了啊。平常啊你气很旺啊，他不敢来找你。啊，临终啊气很衰，这个时候钱来了啊，过去今生冤亲债主通通来了。 这个《地藏经》啊，讲得很清楚。啊，那么这些业障现前呐、啊，这个临终要念佛就有困难了。啊，这是善根啊，福德因缘呐、啊。 不够啊，是有啊，相信净土，那么也发心来念佛啊,啊,啊，一定有善根啊，有福德，有一年，但是呢，不多少啊，所以我们要多。那么这个大悲咒啊，我看印光祖师这一个文超第三篇,、啊、三篇啊，三篇呢，我有记录。 一个小册子啊，出来跟大家分享。啊，有一些呃念佛的同修啊，平常念佛功夫不得力，啊，临终的时候呢，业障现前，啊，有的是冤亲债主找来的，啊，有的不省人事的，啊，有的语无伦次的。 啊，这些业障啊，很多方面啊，所以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，他也有持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，他有持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。那么有一些同修遇到这种情况啊，都会去请这个祖师他念加持过的大悲水。 啊，那么来给这个临终啊，这个业障现前的居士来喝，啊，喝了呢，哎，他那个业障啊就小了，啊，就可以继续跟他念佛了，啊，不然呢、啊，他都没办法念了，啊，那个平常啊，我们身体好好的，啊，感觉我们念佛好像没什么困难。 啊，但是呢，如果有病了、啊，啊，或者冤亲债主来了，或者业障现前了、啊，真的，你一句佛号啊，你平常念得出来，那个时候你一句都念不出来。啊，这个我我我自己本身也经验过，啊，也看到啊有一些同修这种情况。那么临终啊，能够这样念佛啊，那这个善根都是比较深厚的。 具佛号提得起来了，这个善根比较深厚啊。如果善根不是很深厚啊，一到业障现前，那这个佛号啊没办法念啊。所以祖师很慈悲加持这个大悲水啊，把这些业障啊、身重的啊这些同修啊啊消除业障啊，帮助他成就这个念佛的善根。 让他能够提起符号啊！那这个事情啊，啊，我这个也经历过好几个例子啊。这个大概二十几年前呐、啊，这个好像综合有一个赖淑贤居士啊，往生二十几年啊，四十几岁得乳癌。 啊，平常啊，他礼拜天来华藏图书馆啊共修念佛，啊四十几岁，那么他临终的时候病重的时候啊，那个心电血压存机室带同修去给他助念，啊那助念呢，他这个病啊也拖了蛮久的。 啊，刚开始念呢、啊，啊，那么放念佛机，大家去助念，他也会跟着大家念佛。啊、念了好像一个星期啊，他的冤亲债主来了，附在他身上。啊，附在他身上了、啊，别人病了那么久了，都全身都没力气了。啊，那个冤亲债主一附在他身上，哦，那力大无穷。啊，那力量不晓得从哪里来。啊，然后。 吵得他先生晚上不能睡觉，啊，他儿子先生都不能睡觉，不能休息，啊，那个徐亚纯啊，请同修去给他助念，不准人家念佛，念佛机要关掉，啊，来助念的人呢、啊，通通轰出去，不让人家念。那个徐亚纯呐，被他搞得没办法啊，来问我。 那这个怎么办呢？啊，他的燕军债主来了，啊，一念佛机啊，通通关掉啊，去助念的人都被他赶出来，他想去帮忙助念呢、啊，都没办法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后来我听到徐耀纯这么讲啊，我就跟他讲，啊，我说他这个是业障现前。 业障现前啊，所以他不让人家念佛啊，他的冤亲债主来障碍啊。我说啊，你花心了啊,啊，去带同修啊读地藏经啊，给他的冤亲债主回向啊，回向给他的冤亲债啊，求他这个冤亲债主啊不要障碍他啊，让他好好念佛啊。 求生西方净土啊！也欠他的冤亲债主啊念佛求生净土啊！先送地藏经啊，功德回向给他，给他的冤亲债主啊。那徐耀纯他就接受我的建议了啊，他去带着同修啊。他平常他地藏经也念得很熟悉啊，带同修跟他念，念了两部。 啊，大概有十几个同学，啊，练了两步之后呢，哎，他冤亲债主离开了，哎，他人又神智又恢复正常了，啊，这个时候又可以开始接受助念了，啊，念佛机又可以开了，啊，后来啦，也是，啊，念、啊、佛啊，送他往生。那么印光祖师呢？ 啊，他是用这个大杯做加持，啊，给这些业障现前呐、啊、临终的神神志颠倒的啦，这些人喝那个大杯水。啊，那么炎帝的呢，他老人家非常慈悲，哎、啊，炎帝他水没办法济，他就加持那个米还有香灰，啊，古时候那个香。 都是药草做的啊，那个都可以吃的啊，不是化学的，没有毒的啊。现在这个化学香就不行啊，所以它有加持大杯米、大杯灰，方便呢、啊、寄外地邮寄啊。那么邮寄呢啊，大杯灰啊，就是要使用啊，一次用一点点灰啊，拿到一个水杯。 放在这个清净的水里面搅拌一下啊，让它沉淀啊，让那个水让病人喝下去啊，剩下沉淀的呢，那些就倒到屋顶上啊。那么米也是一样啊，也是用七粒啊，那么放在水里面啊，泡开水啊，那给这个病人喝。 效果都很好，啊，冤亲债主附身啊，业障现前的啦，喝了他老人家加持的这个，啊，这个大杯米、大杯灰或者大杯水，啊，这个效果都会很好，啊，我看他那个温超写啊，这个这个大悲咒啊，他都加持过一万多遍，哦、这个这个祖师加持一万多遍了、啊，这个、不得了。 啊，所以这个是帮助离障难啊，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，成就一切诸善根故。啊，帮助他成就一切善根。啊，临终助念呐、啊，啊，这个让这个往生的人呐、啊，能够提起正念呐、啊，啊，这个真的要多善根。没有这个善根呢，真的有障碍。 啊，这个我也看到很多很多这种例子。那在高雄冈山那个，那个女居士啊，叫什么名字？我一下想不起来，也是得癌症，她也是四十几岁，啊，应该有很多年了，啊，往生也很多年。 啊，那么平常啊，他有到冈山来啊，参加诵《无量寿经、啊》啦、念佛共修啦、啊，啊，都有来。啊，我去的时候，他也来参加过法会，啊，等等。啊、但是呢，他那个临终的时候啊，就得这个癌症了、啊，那个病苦缠身啊，他的家人呢、啊、又不学佛，啊，把他送医院开刀，这个都是业障。 啊，那么这个癌细胞啊，扩散到脑部，扩散到脑部，啊，然后他家人呢、啊，自己，的亲亲戚又开医院的，啊，就把他送去开刀了，啊、后来开的呢，癌细胞还是一直扩散，啊，不但没有好啊，挨了好几好几刀，啊，被整的都都都。都 不像人形了啊！那临终的时候啊，这个当然我们同修去啊，就见他念佛了啊，助念啊，念佛了啊，见他助念啊。到快临终的时候呢，我听阿桃啊，冈山正宗念佛会。 阿桃会长啊，他的他的同修啊，吴启进居士啊，他们给我讲啊，啊，他说这个这个同修他这个，我们吊个佛像去给他助念，他都看到佛像他就害怕，看到佛像就害怕，啊，所以临终去助念啊，他们实在是。 没办法跟他助念，佛像一掉他就害怕。他平常啊都是来念佛的，怎么临终怎么会看到佛像就害怕？这个我们听到就很清楚，业障现前，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。啊，后来好像听说断气了，啊，他们家属才把他送到念佛会来助念。 啊，有没有往生西方啊？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啊。但是呢，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啊，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啊。所以这个看多了、啊，觉得非常可怕的一桩事情啊。平常啊，业障没现前呐、啊，啊，能够发心念佛啊；业障一现前啊佛没办法念，念不下去，这个佛念呢、啊、提不起来。 啊、那么像这这样的情况啊啊，在这个怎样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啊，就是《次中精良》这本书啊，印光祖师提倡的啊，临终助念呢、啊、注意事项啊，这本书里面呢、啊、就提到这一点啊，临终如果业障现前了啊,啊，必须要跟跟他送地藏经》啊，这业障比较重。 啊，包括这个观世音菩萨啦，啊，像印光祖师持大悲咒啦，这个都是补助的啊，补助啊，来帮助这个人呐、啊，成就一切诸善根啊。所以念佛啊，要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啊，才有办法念啊。那没有善根或者善根福德因缘少啊，就念不下去。 啊，能够念得下去的，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一点。啊，如果善根不足的，那么我们要有补助的。啊，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。那下面这个经文呐、啊，我们明天晚上啊，再继续来跟大家报告。